我们这么多年，终于又找到碧罗天圣女了，恭喜王爷！快，快看看莫若飞送来这些东西，仔细找找有没有朱华和碧罗天的线索。 薛飞送给莫百行来照顾，他跟薛飞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薛飞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？我们查了这么久，还只是知道这个人的名字而已，其他一无所获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王爷莫急，王爷莫急，<笑>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圣女，就证明离成功更进一步了。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。 不知道还有几年的阳寿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呢？你找碧罗天剩下的半张地图也找了很多年，还是没有线索，没有地图，我们连碧罗天入口在哪里都不知道。现在，我们虽然找到了这些东西，也只是回到了薛飞没有死的时候而已，并没有离成功更进一步。 王爷，当初那个神秘人进入碧罗天，只夺走了半张藏宝图。若他想得到宝藏，必然会想办法夺取剩下那半张地图和圣女以及圣物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散布消息，说圣物就在京城当中。若那个人得到消息之后，必然会落入我们的圈套。希望如此吧。 莫若飞找到这个女子，我想把她接进王府来。只有她在我眼皮子底下，我才能够安心。把甘妃和玉儿交到大厅等候。诺。 这个是今日我府送来的，融在一起了。 看见了，找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找到了。这就可以证明，莫府里的花不弃，就是我寻找多年的女儿。我这身体已经时日不多了，能和我的女儿一起团聚，是我多年的心愿。你们一个是我的爱妃。 一个是我的儿子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体谅我，我想把他接进府里居住。王爷，这是哪里话？您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您做什么决定都是对的。不过，这个孩子如此娇贵，可得命人把他看紧了，别让他到我的院子里乱逛。 这要有个什么天灾人祸的，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呢。你放心，不管他来还是不来，我都不会让他打扰到你。玉儿，你怎么说？要是他敢进王府，我立刻杀了他。玉儿。
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吗？父亲何时体谅过母亲的心情？是啊，我是曾经亏待过你的母亲，可是她现在已经过世，我也没有办法补偿她。你就不能想想，我可曾亏欠过你？你想要什么？我不是跟你最好的，玉儿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下为父呢？我要的永远进不了皇府，你给得了吗？王爷，王爷，小心身子啊！王爷，王爷，玉儿，父王体弱多病，还要负责官府招标的事情。像花不去这样的闲事儿，还是少操心的比较好。要不然直接交给儿臣，儿臣定会办妥。只要他死了，外面的风言风语传一段时间，自然会散去。父王觉得如何？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！王爷，王爷，逆子，逆子！都是我把他惯坏了。王爷，您别生气了，这玉儿从小就这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犯不着生气，伤了身子。是王爷，玉儿从小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不会真的去杀了生。啊，郡主的，阿福，玉儿从小跟你习武，你和他的感情可能比我更亲近些，却。劝劝他，王爷。几日不见，玉儿的武功又进步了，恐怕再过两年，为师就真的呛不过你了。师父刚才胜了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等哪天师父老了飞不动了，我就能不战而胜了。玉儿，此次去西州府有何收获？也没什么收获，只是去求了回春丹而已。父王既让我去帮他找那个私生女，我没理会，竟还是找到了。玉儿啊，你说你平时在王府里跟你父王吵得这么凶，出门以后又这么惦记他，真是一对冤家父子啊。师父啊，我也不想跟他吵，此次去拿回春丹，我本来就是想跟他好好相处，没想到他把私生女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如今人人都说我母妃善妒，这件事我如何能忍？这件事不能怪王爷，是为师劝王爷这么做的。我见他终日里消沉，终日长吁短叹，于心不忍。玉儿，要怪就怪为师吧。师父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是您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往你身上揽。玉儿啊，你也知道王爷的身体，难道你就真的忍心让王爷在最后的日子里终日以惶恐度日吗？这人呐，最割舍不下的就是亲情和爱情。
你别看你父王平时对你吵得凶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，玉儿。要顾全父王对私生女的心思有很多种方法，但不一定要进王府。玉儿，师父您别再劝我了，我是不会让那个私生女进王府半步的。